土地公伯啊，原来我的查某囝无死，伊搁活在这个世间，唔知影伊今麦过了好无，敢有健康，敢有快乐，伊身躯边敢有人照顾伊，该帮助。土地公伯啊，请你一定要保庇伊。 嘛，请你一定要保庇我，将来有一天会当找到伊，会当补偿我这几年来对伊的亏欠。我是一个失职的妈妈，我只会当在这拜托你，拜托你一定要替我看顾我的查某囝。 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你面色怪怪呢。系啊，啊，你唔是去食秋瓜的，请来买个。啊，本来是欢欢喜喜食买个啦，啊，结果出大代志啊啦。啊，什么代志啊？啊，都买个食到一半，迄火场的投影机哦，啊，放出几张迄个秋瓜那个视频的相片啊。哦，大家才知影呢。原来因两个哦，偷来暗去已经十几年啊啦。哈？什么相片啊？ 啊，都因两个，啊，莫讲啊，莫讲啊啦！我看迄春梅心内吼，即摆已经足艰苦个啦。竟然有这种代志！是啊，细妹嘛无想看卖哦，即几年迄春梅是安怎对待伊个？这么好个某是要去倒位找啊？竟然做出这款代志！啊，那安尼，春梅阿姨唔着互爷爷阿三个伊个好姊妹啊，啊，两个上重要个人做伙反背伊。 哎，心内一定足艰苦的。当然啦，莫讲春梅啊啦，连我伫边仔看吼，我拢替伊感觉艰苦啊。好好，莫阁讲啊，愈讲愈生气啊。